实在实在啊，喝醉了，好，来喝一个，你陪我喝一个啊！我不喝了，我都喝醉了，我要酒杯。你必须得喝，你要是不喝的话，那你就让我去一下，好不好？你是你是亲一下，你还是让我还是喝呀？啊！哎呀，你喝一下。好，我喝。来，哎，对，咱们喝一个交杯酒，好不好？啊，来，以后还有可能养着你啊。来，交杯酒。吃菜啊，吃菜。哎呀呀呀，好。哦，那交杯酒喝完了之后就该入肚。哎，熊哥！熊哥！哎呀，熊哥！你个黑脸不要脸的东西啊！你搞搞清楚，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，熊哥？喝多了，熊哥！臭婊子！你算个什么东西啊？好吧。张兴当着我的面对四平动手动脚的，我看了当然不舒服。可是我能怎么样？我和四平已经分手了，我又算他什么人？四平自从认识张雄以后，他一直靠着张雄，花他的钱，和他一起吃饭，他管张雄叫哥。张雄的老婆也曾经因为张雄和四平之间的关系吵闹过，也许四平并不喜欢张雄，也许他和张雄在一起只是为了生存的需要，除了吃喝不愁以外，也没有人再敢欺负他。可是在这种情况下，四平对张雄还能保持一直守身如玉吗？我不信。从常理上推断，我不信。你跟我说实话，是不是我让张雄打死你更开心，以后就没人缠着你了？他既然对你这样，你为什么要靠他？为什么不离开他呢？我不靠他，我靠谁？我想靠你，你要我吗？四平，你为什么非要靠男人呢？你应该有骨气，自己独立一点。那也比你强，你倒是个男人，你为了这身衣服去靠一个女人，你好意思说我？住手！张雄去自立，我想办法给你筹些钱，拿这个钱来做点小生意，开个花店什么的。你以前不是卖过花吗？我相信你靠自己也能过得很好。四平，你不要再跟着张雄了，跟着他你没有什么好结果的。你说话呀，要多少钱？除了我的积蓄，我再想办法筹些钱，凑10万块钱给你，你拿去开个花店，自食其力，行吗？你为什么要夸我？你现在这个样子，我不管你，行吗？
会听你的。你拿到这些钱，以后好好做生意，好好过。虽然我们分手了，但我想，我们都不希望对方过得不好。你说是吗？那我以后还能去找你吗？四平，分手就是分手了，应该让一切都结束。如果我们之间再纠缠不清，对谁都不好。我们都应该重新开始自己的生活。四平，你忘了我吧，你一定会重新找到你自己的幸福的。我找不到了，小雨，你不知道我有多爱你，我到现在还爱着你。这句话不说了，我刚才说的事情你同意吗？好，我凑齐了钱会通知你的。怎么样，以后我们就各走各的路，各自好好生活，同意吗？子平，能不能做得到？我听明白了，你付我钱，然后咱俩就两清了，对吗？是的，你同意吗？同意。那笔钱你后来给朱四平了吗？给了。那笔钱数目不小，你是怎么凑齐的？是跟罗晶晶要的吗？你认为我会那么做吗？我会从晶晶那儿拿了一笔钱再给另外一个女人吗？那你是怎么凑齐的？这个和案子有关系吗？我希望你把实情告诉我，钱是怎么来的。根据公安局的询问笔录，你说案发当晚你给朱四平一笔钱，可这笔钱到现在都没有找到。那天晚上究竟发生了什么？这与案情密切相关。那笔钱或许可以说明很多问题。钱是我想办法凑的。王主任，哟，小雨，哎呦，今天怎么有空到我这儿啊？哎，没有陪陪晶晶？晶晶又不是个孩子，做什么事要人陪啊？再说现在是上班的时间，如果我不来上班，你不得扣我工资啊？哎，不敢不敢，嘿嘿，我怎么敢扣你工资呢？我要是扣你工资，那不得有人找我闹啊？谁敢找你来胡闹啊？您就别拿我开玩笑了。来，喝杯茶。啊，不喝了。好，好，这边请。咱们言归正传，你今天有什么事找我呀？来坐。我想预支工资。预支工资？工厂没这个规矩啊。
你要是缺钱，你可以找静静借呀，啊？可我不想借钱。工资，说到底都是我自己的。我想预支一年的工资。一年的工资？工厂可没这个规矩。我知道，所以还请王主任帮忙。哎呦，这我可做不了主啊。这样，我给罗总打个电话。嗯，王主任，这事儿还是不要惊动罗总吧。小雨啊，你这可为难我了。我知道，不为难，怎么会找您帮忙呢？王主任，嗯，行，看在咱俩感情这么好的份上，我就冒这把险。可是如果你成了乘龙快婿的话，可别忘了我这个老哥哥啊。你放心，到什么时候我都不会忘记您的。你就在罗总面前多多美言几句，我就感激不尽了啊。那还用说吗？行，我这就给财务打电话，你去预支工资啊。谢谢王主任。哎，财务啊，我是王主任。预支的工资数目不够，我又没有别的渠道凑足钱，只好又去碰瓷，才凑齐了我给四平的钱。我把钱存到了一张卡里，准备在约定的时间和四平见面。我希望这一切能赶快结束，就像我和四平说好的，从此我们各走各的路，各自好好生活。但是我错了。说过了吗？只要我付了钱，我们就两清了。我不要钱，我要人，我就要你人。谁知道你这么狠，真的拿钱来了断我？四平，你有了这些钱，你可以回老家买房子，可以好好做生意，还可以好好过日子。是我对不起你，可是。你也不能总说了不算吧？我很累，不能再这样下去了。四平，我这次来就是画句号的。你答应过我的，这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。你个混蛋！你祖宗八代都是戏子生的王八蛋！你个混蛋老师，你给我背的！小雨啊，小雨，我错了，你打我吧，你打我吧。干什么？干什么？小雨，我这辈子给你当牛做马，我求求你，我伺候你们两个不公开也行，我求求你，小雨别走，我求求你了。不行。四平。
你跟我分手，不值得你这么伤心。好小伙多的是，我谁也不要，我就要你。早知道这样，我们就不该来城里。四平，你别哭了，是我不对。哎，小雨，你干什么？四平，你的第一个女人，你忘了吗？四平，最后一次，最后一次，我保证。就这样，我和四平发生了关系。事后我心情特别差，四平他根本就不想放开我，我无法忍受，就和四平发生了争吵。小雨，给我扣上。小雨。该找到四平。从现在开始，我们不再有任何关系。你也不要找我，找我也不会再见你了。你承认吗？你心特别狠，一般人都不会像你这么狠。你别走，你走我就死给你看。发现祝四平的时候，他已经死了吗？是。你确定？是的。龙小雨，我不明白，你既然已经决定用钱来彻底解决祝四平的问题，为什么还要和他发生性关系？你这样对得起罗晶晶吗？我就是因为太爱晶晶了，所以我想尽快解决这件事情。在你的叙述里，你把自己说得那么无辜，好像发生所有的不幸都与你无关。
你只是倒霉恰巧碰上了，而且你还在尽力维持，不想让任何人受伤害。龙小雨，作为一名律师，听完你的叙述，我总觉得你没有把事实的真相彻底的告诉我。那什么才是事实的真相？难道让我承认是我杀了四平就是真相吗？你根本就不相信我。相信是需要证据的。我不知道什么才是你所说的证据。四平要的是人，其他的他都无所谓。我后来才知道的，我和四平之间不是钱的问题，是他根本就不想放开我。龙小雨，听完你所有的故事，我只能对你下一个结论：你太自私。你问问你自己，你心里有真正的爱吗？就连你和罗晶晶的相遇，都是一场精心设计好的骗局。如果罗晶晶没有一个有钱的爸爸，你还会和他在一起吗？如果朱思平没有死，你想过今后怎么继续面对朱思平，怎么继续面对罗晶晶吗？你的自私毁了两个女人。这就是你给我下的结论。你没有经历过我的生活，你不知道我是怎么一步步走到今天的，所以你没有资格给我下结论。你知道我的内心有多内疚吗？内疚是不能让朱思平起死回生的。我把我所知道的都已经告诉你了，至于你怎么认为，那是你自己的事。我知道你是因为爱晶晶所以才给我辩护的。刚才你一再提起晶晶，你就是想确定我对晶晶是否还有感情吧？我可以告诉你，经历了这个案子，我知道自己对晶晶的伤害太大了，我不配再谈对她的感情，我只希望她把我忘了。可是，报告，时间到。王小雨。主任在吗？啊，你怎么晚还开会呢？不好意思，不好意思，那等你忙完了我再给你打。啊，我是。过得这么快？哎呦，你求人家办事，你还想要他干嘛呀？人家有点情绪也很正常嘛。也是，慢慢来吧，我就不信攻不下来。嗯。哎，韩丁怎么还不回来呢？他肯定忙呗。没准找到什么新证据了。哎，关机了。哎呦，你就别跟他纠结了，替他担什么心啊？他一忙起来你也知道的，什么事儿都想不起来。我们也有我们忙的。哎，你看这条，你看这条是不是有用啊？Thank you.
王教授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你又来了？啊，是我。不是跟你说过吗？到公安局去啊，有事到公安局。可是，来来来，王太太，这个是你那个同伴送来的啊。歪风邪气，是玷污法律的尊严，把我看成什么人了？你越是这样，我们越没有话好说，知道吗？王教授，我想您误会了，您听我解释行吗？王教授，王教授，王教授，你听我解释行吗？你回来了，嗯，有什么新发现吗？有啊，啊，这不是我送给汪教授的礼盒吗？你了解汪教授的为人吗？就去送礼，退回来了。因为你去送礼，汪教授连门都没让我进。一点薄礼，人之常情。至于吗？你还要准备给谁送礼？青青，你做事怎么能不讲分寸呢？你知不知道这件事情传出去可大可小，很有可能官司都没打就已经输了。这么严重啊？那我现在去给汪教授道歉还不行吗？现在去有什么用啊？那怎么办啊？我总得弥补一下呀，我闯祸了。我也不知道。我就想帮你。你是在给我帮倒忙啊，静静。那我错了还不行吗？我下次什么都听你的，你说什么就是什么，我肯定不再单独行动。青青，我问你个问题，你别生气啊。嗯。如果是我关在看守所里了，你会这样帮我吗？我会，真的。我知道你对我好，韩丁。但是生活让我先遇见了小雨，以前发生的事情是不能改变的。现在我就想赶紧把小雨救出来，我想证明给自己看，我想给自己一个答案。你想证明什么？我想证明我的爱情，证明我没有爱错人。那你还帮不帮我呀？帮。卢小雨说，他给祝四平的那笔钱有一部分是从王主任那儿预支的。如果他想杀祝四平的话，那他干嘛还要给祝四平钱呢？这根本说不通。那我们就要找到这个王主任，让他来证明这件事情啊。已经找过了，可是因为工厂倒闭了，王主任也不知道去哪儿了，现在所有的事情都没有头绪，凶器至今没有找到，卡也不知下落，就连两个目击证人也不知道跑哪儿去了。这个时候，往往就是一个案件最关键的时候。咱们千万别在这个节骨眼上泄气啊！
韩丁，你那边怎么样了？还是没有结果。红卫国前的来留的都是原来宝春制药厂建筑工地的电话和地址，我跑了好几家工地了，可还是没有消息。你别灰心啊。你怎么样了？王主任找到了吗？桥南这边好几个工地我都找过了。没找到。你也别灰心。我不会的。晶晶，你是不是累了？我没有那么娇气，你不用担心我了，你接着找吧啊，拜拜。最近有着急出国的业主吗？这样的房子价钱比较好谈。我给你找找。谢谢啊。哎，王叔叔，是我。晶晶。我找你有点事儿。你有什么事儿啊？我能进去吗？看在我爸的份上，好，你进来吧。屋里坐吧。来，坐。谢谢。啊，晶晶啊，什么事儿？王叔叔，你还记得宝生产发生的那起凶杀案吗？记得，那是龙小雨在工地杀了一名女工，她叫朱思平。对，朱思平。那你还记不记得案发前小雨曾经管您预支过工资？你问这事儿干什么？你好好想想，有没有这么回事儿？有这么回事儿。当时龙小雨说他急等钱用，所以我就同意支付给他了。真的？对。哎，你问这事儿干什么呀？王叔叔啊，你能不能出庭为小雨做个证明？什么？让我出庭给龙小雨作证？不可能。我一想起他做的这些坏事，我气就不打一处来呀。叔，你别生气。我怎么能不生气啊？他欺骗了罗总，欺骗了你，欺骗了宝春厂，欺骗了我呀。你不知道，他在和你好的时候，还和那个朱思平不清不楚的把人家肚子搞大了。哎，他是想杀人灭口啊。他简直是禽兽不如。听谁说的？啊，我是听常人说的。有一天朱思平来找他，说怀了他的孩子该怎么办。他还跟朱思平说不要声张，那厂里很多人都听到的。骗我。我是看着你长大的，我骗你有什么好处啊？啊，静静，你想想，假设罗总还活着，他能同意我替龙小雨出庭作证吗？他绝对不同意。你听我说，我绝不做对不起罗总的事。我看你还是回去吧。
方的风啊，暖暖的吹，吹落你眼角一滴泪水，看见你远去，身边无人跟随，这一刻我伤心不能追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，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，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我已经很累，我没有责备，请不要问我谁谁。拉住你的手，瞬间无语相对，沉默中心与心靠近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。我希望我能够这样。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希望我能够这样面对。也许命运只有一个机会，不能做出选择，让爱排队，镜子上的指引久久没有消退，这一刻我呼唤，我想你。这里有个家，我们一起回，我希望我能够这样。